人与科技是什么关系？人为什么拥有想象力？好奇心吧。好奇心应该如何定义？好奇心是推动科技的原动力。也可能闲的吧。人应该如何定义？科技又应该如何定义？科技为我们人类带来的是美好的生活，亦或是彻底的颠覆。我们需要以包容的心态看待科技的每一步，我们需要以更宽广的心胸。给予科技更友善的发展空间。人与科技是什么关系？上小米官网和郭帆一起共创机器人的未来。